心脏彩超是可以用于心肌缺血的一个诊断的哈，特别是对于我们的一些心肌梗死的一些患者哈，由于心脏的一个冠状动脉的一个局部的供血的一个缺失哈，那么它反映出来相应的一个部位的一个收缩力搏运动的一个减弱啊，通过运动减弱，我们可以判断。也反过来也可以判断哪一支冠状动脉出了问题啊，这是对心肌梗死。那么对于一些不稳定心绞痛的患者，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心脏负荷超声啊，通过药物或者运动负荷状态下造出一种缺血的状态，也可以评价他的这个时候他会出现一些运动的一些减低的情况，也来反映他有没有缺血。